售卖儿童书籍的会场在三楼，不少家长带埋仔女嚟买心头号，但揀哪本又是谁话事呢？有时会我帮他揀，但有时我会给他自己去选择。当然他选择了之后，我会看回那个书究竟啱唔啱佢。图书就是他自己揀的了，给他自己发挥，他喜欢揀什么书就给他揀什么书咯。买就买得很爽手了，但上年有嚟买儿童书的书迷，买了的书又看完未呢？未，仲系未睇晒，即系照买嘅啫，照买啲书，咪再慢慢睇咯。阿女喺书柜同埋摆咗落我房咯。咁你听清楚问题，姐姐问你摆咗落房同书柜，但你睇晒未？未。有参展商话，今年儿童书嘅售价同旧年差唔多。虽然书展举行了三日，但销情比旧年好。今年的销情比旧年是好了很多的，可能有即个天气关系啦，虽然有少少雨，但是就都不是很影响那个人流。有不少参展商都推出折扣优惠，有些更加以100元六本，以吸引更加多人来买。M21 News 记者戴振涵报道。